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KOL 朱姐啊。今日咧，我会带大家睇一个晓风园六座极高层嘅特色单位，至于有几特色啊，即刻带你睇睇啦。晓风园是由新鸿基发展，总共提供有五座，有816伙。呢度嘅车位有个比例，仲系1:1添噶。晓风园位处寮土路3号，属于宠物友善屋苑。屋苑内设施包括室内游泳池、水力按摩池、网球场、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室、健身室、桌球室、蒸汽浴室、桑拿室，还有儿童游乐场和园艺花园等。晓风园位处半山，环境优美，属于低密度住宅。启思幼稚园在晓风园亦都设有分校的。屋苑村巴7分钟就到青衣城啦，有多条巴士和小巴线前往港九新界各地。对面就是长亨街市和商场的啦。六座楼高16层，一梯六伙，接近山的位置。电梯大堂有2部电梯，大堂做信箱。正所谓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天台的风景特别好看。大家看看，有青的山，绿的水，是不是很宜人呢？单位的实用面积有1109尺，天台面积有795尺，间隔属于3房1套2厅连工人套房。单位是向西南的。进入玄关就是客饭厅的位置，差不多有300尺咁大的。楼底有3米15，装吊线吊灯都冇问题。全个屋苑得4户是享有露台嘅啫。呢个单位一露台就是望翻向山景嘅。厨房够晒大 ，size 真系冠绝青衣啊！已经装修好，做了一系列的橱柜、入场的家电。厨房转入去咧，就是姐姐房的位置，已经装好了冷气，有窗，有佢自己的私人洗手间，都是有窗的。洗手间已经重新装修，换过晒所有的洁具，还做了企缸，铺了好靓的墙砖添。两个睡房已经打通了，特大的玻璃窗，采光度十足。两边还订造了到顶的特大衣柜添。房望出去全部都是山景，私隐度极高。入对主人房，左手边就是套厕的位置，已经重新换过洁具和装修好，装了企缸。主人房超级大，做了衣柜和有特大的曲尺窗，景观真是够晒开扬啊！大家看完片想看楼，快点找朱姐啦，卖晒就没了啦。